转世界，我是郑红怡嘿，和你最会来开杠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妈，我是郑宏怡欢迎收听给大给的波豆转世界。哎、欸，我们今天呢啊,啊，邀请到一位大家的老朋友哈、啊，他是资深的棒球的球评啊，他是曾文成哈、哦，文成六哎，宏仪、啊、大家好呀、嗯、啊，文成哎、欸，我我叫曾公，叫我叫曾公，公叫不出来出来，乖乖乖乖叫阿成好啊，嘿嘿嘿，呀呀呀，这个啊啊，五郎公啊，棒球是台湾的国球啦，是哈。哦 那对台湾来讲，真的是大家很关心。那先先来关心这里、個、啊，杭州亚运，哎，好，印尼咱四比零赢韩国，哎哎哎，啊，我来看韩国啊，诶、欸，这里、個、一是韩国直棒明星队加上经典赛的国手所的，哎所苏其实实力不弱，诶<嘿>，欸、应该这个当年的组成是，这个、嗯、是是 U 二十，所以 U 二十是按到二十个以下啦，所以,以对对对对对，还<對>、啊、有几個啊个。 甲规啊，所以我也是讲，你二十五个以以上，嘛会使去参加吼。所以球规啊，较像啊，像江白虎这款拢是 WBC 世界棒球金联赛国手。嗯。但是水近因个国家水近其实都足冠了嘛吼、哦嗯<哼>，因因诶目标就是要要过迄个日本、嗯<哼>，所以因诶组成虽上是未歹啦。咱咱咱伊是做车边啦，但是讲过程当中四比零，我相信大家有看啦，嗯、<哼>啊，咱台湾。 呃，这个倒是较喜欢袂歹。嗯嗯嗯，啊啊、呃，老实讲，它的组成我感觉啊，因、呃、譬如讲薪水各方面，应该拢比台湾较悬吧？哦，是是是，伊你看，诶，莫讲咱本土嚟比啊，你看咱、嗯欸、台湾诶，建较好诶，阿多啊，外籍个。 啊！韩国一球就过去，嗯，拢无你考虑的，一球就过机 <laughs> <是>。是是是是，拢拢、哦、有的，的甚至一倍两倍的，拢拢有啦。所以、嗯、较像伊啊啦，那当然因的球队较济啦，因、嗯、的产业各方面啦，看球的人嘛是济啊，所以、嗯、较像伊也实际开始嘛比咱较悬，但是、嗯、慢慢会使弱啦。嗯。嗯 嗯啊，那一般平均超过几钱啊？啊，啊我讲一两百万台币的是，其实是算是哎，稀松平常、嗯哦。啊，咱即马从江少庆是年薪千几万，我确实我袂记得啊，但是差不多、嗯、对于咱来讲，大概落在五十、三十到六十之间，嗯，这差不多先发这些。 诶、欸，我感觉三百应该是,是有只多啊，对对对对，哦嘿嘿，好的，其实是做好的。<以>嗯，啊，那你啊，薪水那是啊，譬如讲那是五十万，应百五万就对了，代表。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应该、哦、是先发的积极的，应该是拢拢有这个这个，啊，当然日本、美国迄个免讲啊，哎，日美国起码上简单咧。 保底存张一尘这款呢差不多六十万美金嘛，千倍嘛，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六十万美金嘛，无无计进向你比过来啊，这是保底啦。保底，你啊讲，你啊你讲存得好，到手呃年薪三千万嘞，三千万就，你存委银迄阵就上倍都对对对啊你讲三千万嘞就十二亿代表啊，一大个。啊啊，三千万美金差不多交易啦。对啦，还还交易。亿，对对对对呀，那。 啊、呃，这边诶，这个林益敏啊，就打败韩国这个投手，当然有，啊，还有其他，还有林古林瑞阳，加加刘志荣。是。所以啊、呃，就是说，像那这边台湾那些投手，家有。呃，第一类，当然，咱叫林林益敏啊，加刘志荣这种，这帮的，一个理想位是二 A 啊，一个是一、那个呃红外二 A 啊、哦，那二、嗯、A 这个成绩差不多。 就只往上三个甚至大联盟，所以差不多也成熟度。啊。林一鸣今年也够看他做好的嘛。嗯、<哼>所以今年三位 w 的 WBC 的时阵，大家咧想看啊那这个这个对手来无球吼，而且当时就做些讨论。啊，即、這个亚运甲球啦，确实也是足好的。啊刘志龙，我今年去大都会开球時，实在的，嗯、实在去小联盟看伊，啊，确实啊，这个这个选手较早较早速度足好的，但是伊。 身形无纯正嘛，大家看迄个比赛，哇，够粗诶，搞大个，我食食牛排，确实也无同，我变做粗诶啊，所以伊诶伊诶规个汉草，规个拢并无共款啊。当然你讲，包括古年咱台湾诶迄个我感觉真赛到就牵出来内容以外，我感觉上大诶无同，嗯、就是因个天生的自信心。嗯，我较早就想讲，哇，诶、欸，跟日本啊，韩国。 可能感觉，哎呀，我肯定肯定唔太向怕呗，无啥自信。哎 <laughs>、欸，啊，即马、嗯、你看因迄工诶比赛，就就一副讲啊，无力靠拍我卖啊。嗯嗯，欸欸、我感觉迄是真大进步。嗯，即、嗯、林立敏上厉害诶，球路是啥物哈？啊、为什么能压制韩国？伊较早伫迄个台湾读册诶时阵，高中时阵，伊了需求遐卡布基，肯拉做后卫。好的嗯,嗯啊，但是去美国进步了后，伊咧伫咧啊伊也变速球，伊讲，过阵讲韩国。 家己诶教练嘛咪讲，哇，伊真少看倒手诶，伊个变速球，正手也加添，倒手也加添。所以我感觉，虽然韩国对于人数真真侪，但是讲看起来肯定就好诶。嗯嗯嗯,嗯，较大在啦，嗯嗯，较大较在。嗯嗯，OK，好，林奕明哦，是，包括陈少年，二零零三年出生，是啊，一百八十公分，八十二公斤，哈，左投，伊伊诶，讲上近捌到过一五三、啊。嗯、对啊，因为迄间迄个。 中国迄当初迄去讲的迄个电视传播诶测速枪带拢咧讨论啦，差不多减十公里左右啦，所以迄工带来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你听、嗯啊、我讲、嗯嗯，嗯，安尼拢拢一百三啊几，一百四啊几，我感觉测试枪是无准啦，所以伊啊正刚的吹应该欠八五是有机会啦。嗯嗯嗯嗯，刘志荣嘛，你二 A 嘛吼，对，啊。你讲伊身材变变粗壮，哎、欸，对伊来讲是好处好。 应该是够野吧？对对对对，伊、嗯、就是假食嘛吼，因为迄个我去球队参观啊，因为营养、啊、师、啊、虽然是小联盟营养师啊，各方面拢控制也足好。嗯哼。啊，这个选手较特别的是，伊阿未去美国进前，以以一届起码小联盟来讲，我感觉很难得的这小故事就是讲自制力足好。嗯。你看即帮少年盟啊，都是来纯饮的，他绝对不喝茶饮。 这些甜的一块那个一块，安尼安尼你做空，第一个伊感觉无营养，啊，对伊来讲，呃，他要控制他的饮食，所以这个囡仔会自制力够嘛，做好。嗯嗯，很自律。对对对。啊啊，你想要讲啊，台湾的这个啊，中华职棒啊，平均的月薪起三十万到五十万。呃，较好的啦，当然有七八万嘛是有啦哈。韩国大概，韩国大概台湾的三倍，啊，日本。 哦，日本你的，你即马上月应该是无无飞机啦，你是也对对对，上月、啊、应该无飞机啦，嗯、所以我感觉年轻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每一个成绩当然我感觉水准应该是台湾、韩国，这平常心说了哦，这种、嗯、比赛当然那里也韩国，但是台湾、韩国、日本，这确实也你的水准到那里，有时候真的就是反映你的薪水，薪水嗯、对对对对对。嗯對 因薪水管道也吸引到好手啊、嗯，对对对啊，啊你也产业健全嘛，所以那是这一亿日币平均的话，以这嘛汇率啊，那用四点五来算，差不多是两千通两千通万。对啊，两千万。会怕较早我也记是郭台铭、啊、上破一亿，那当中有足大的新闻啊，而且嘛。 青菜的毛衣，真的真的对越南、啊、是青菜哦，所以那是两千来万的台币，定于月薪差不多是两百万，嗯嗯月薪超两百万，好，<好 S 1> <是>那韩国是差不多台湾的沙倍，应该叫八通万，嗯、对对对对，啊，到台湾叫三三、嗯、三三五十万哈、喔，那另外就是看到中国啊，在这次亚运啊，虽然也不能用社会人球队组成参加亚运，但中国一比零玩疯日本，列书雄得点。 日本被中国玩疯，你这代志？哦，这这张呃，咱录录音诶，蒋介石来这场比赛哦,、嗯、哦。我我我伫看迄个线上的转播，我拢讲讲那个是重新整理，一直重新整理。我哎、欸，我是看重新在重新整理，因为网页唔知重咧。啊 okay, 嗯、我讲哎、欸，我看唔到、嗯、我重新整理是不是个数字打错？啊，较像伊啊，他让日本队在前七局打一直安打。 然后最后，王峰他们，我感觉是真无简单。大家讲，哎，日本不是业余队开路，哎，唔是哦，日本的所谓的业余队的是企业队，因都市对抗想大的比赛，一些作假作假。因历年拢亚运拢派派业余球队，其实一旦打完那个讲呃，拍、啊，其实足辛苦。嗯，连业余球队咱都拍到，辛苦。我因作假因作假，嗯、非常的整齐。嗯、所以我感觉因是不是这届事中国。 了后以后下届亚运，你、嗯、的组队会有其他方式改变？那唔知啊，嗯、也许他们也想办法咧，派职业队，但是唔知。但是中国嘅人啊，日本确实啊，唔简单。嗯，确实啊，唔简单。啊、中国即卖棒诶，迄、那个棒球水准到底是相款？那，呃，应该讲，因为全国运动会吼，中国全国运动会是上大嘅比赛，因为诶规模、甚至。呃 呃，咱足侪台湾的迄个教练去遐带，就甲讲、嗯、哦，迄比赛迄、那个压力比拍奥运个啊较严重，因为因為因為每个省都要派一支球队，爱当赢爱输。哦，迄迄迄迄当迄过程当中，因为都单败淘汰啊，所以因过程輸就去挺输的输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压、嗯啊、力就大哎。那他们呃，慢慢在在在进步当中，这是看得着的,的。嗯 啊，因即摆诶俱乐部球队就是俱，哦，俱乐部球队，相对来我感觉，会使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嗯、因大都市，比如说上海，呃呃，北京啊，个大多是囡仔拍球的多些，嗯，唔是讲像咱这拍球队是，好，带因去学拍棒球，嗯，因是感觉拍棒球甲拍高尔夫共款，对、哎，第一，你也以后要去美国，甚至其他国家。 是一个很高尚的运动、oh, 哦，你咪咪讲，你讲开讲哦，你想拍野球哦，你想拍棒球哦，你弟弟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让他表现他孩子未来到如果有机会去出去的话，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运动，嗯，差不多因感觉得较怕、嗯、高尔夫感化，是这做高尚的运动，是是啊，拍野野球呢在做开支嘛，嗯<哼>，所以。 他有经济能力，就是送去迄个俱乐部啊，去找老找教练啊，去拍野球。咱台湾小可不高，咱台湾就嘛，涉及棒球嘛，真真年无毋丢。啊，嗯、<哼>但是传统上我们还是觉得打棒球就是啊娱乐，哎<樂>，對,对对啊，去去去，和教练操啊，去去变输赢啊，可能。 因那边起码我讲话开不讲啦、嗯 oh,。我以前咧拍拍篮球是一个高尚的运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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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是讲啊以后也许你因为美国人咧拍嘛，伊、嗯、就感觉诶、欸、啊我我到拍野球其实甲甲可能诶诶伊的感觉着甲甲美国人甲差不多，吼、嗯、啊以后甚至啊去读册会当深入美国家庭之类的、嗯、美国社会啦，<是>嗯，哎<但是>，他是那是有出国的经验。 你甲大顶级顶啊，美国啊大联盟的的球帽，都有、嗯、人会来下面讲话啊。是是是是，这这 <laughs> 这，这这 <laughs> 你有机会去去美国，嗯，哎啊，你也甚至你也，你也无啊啊什么不是球队的帽子，爱的人问人讲啊，这是啥啥。 自然就会有人跟你聊天，这些这些熟悉。对，有人会来跟你说：“哦，我们两个都是，比方说洋基队的球迷哦，对对对，这样子啊，你最欣赏哪个选手？哦，哪一场怎样怎样怎样，两个都开始开杠啊，开始怎样啊？就是那个有帮我开启话匣子。对对对对对对呀，那呃，所以美国的社交啊，运动占很大的部分。 哦，比如讲，爱爱讲少年的橄篮球啦，哦啊，经纪人讲鸭球啦，嗯，哦啊，当然高尔夫球也很多，对美国在美国高尔夫球也算是一个很很怎么讲很 popular 一般的运动了哈，因为因为公共球场，无球人叫拍只鬼，因为公共球场拍球，可能只要二十块美金呀呀，好，那诶，他如果讲有美国球队，你哋啊，今年八月二七。 受邀到美国大都会队去开球，嘿，嘿，这是一個什么款的机缘哈？诶、嗯，先讲这个台湾日这個由来了、嗯、我刚刚是贝果里去引起台湾日，嗯，那大都会。 伊个球场的所在地是离法拉盛足近的嗯<哼>，啊，法拉盛较早叫做小台北嘛，嗯、<哼>啊，即马是较侪中国人个，华人区。对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地缘关系，因讲哎，无啦办一个台湾日，哦、拉拢这个邻居啊。啊，一开始其实就是定一个日子，啊叫做台湾日，啊其实无什么迄、那、落、個、呃比较少引起话题。嗯、啊，别就呃两千零五年开始台湾日，啊别就咱有一个台湾人或者、啊、问。 去遐做做石头咯，阿、啊、姨就讲嘛，哎、欸，那怎么不把台园子好好弄？嗯，阿姨、啊、就开始邀请哦、呃、李彦泽啦、哦、呃、曾亚妮啦、嗯、李安啦、哦啊这些那代表台湾的哦卢彦勋哦、嗯、代表咱台湾的这些精英哎、呃哦、对知知名的人物嗯慢慢啦开始哎、欸、开始有人注意开始哦，包括萧美琴大使哦开始有人注意到他把台湾的元素。 三太柱啦，哦、oh, <okay. S 2> 啊，阿伊在台湾的诶、呃、点心料理啊，吼啊、嗯、一寡，或者台湾的乐团，慢慢我如果越老年，啊，旧年是邀请兄弟迄个兄弟队的彭正明，即码是中老年好、嗯哦、去，啊，伊都一直这个活动一直很成功啊，咱的蔡英文总统嘛第一个开幕都，董诗俊对对，那么喊 play ball、嗯、啊，啊用华做老年。 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呃，变成就是说，浙江不管你定的今年是八月二去，定的浙江变成台湾人最重要的日子。嗯嗯嗯。可能咱台湾的乡亲，一单拢唔捌看过，什么好多要求。嗯<哼>。一刚一定會去大都会。哦哦 <laughs> 哦。对对对。啊我我今年看一种感受，嗯、那是咱属于属于咱台湾人的嘉年华。嗯<哼>。哇，明咩都哎啊我甲迄个咱。 纽约代表处的主任，哎、啊，对对,對，那么开港，啊，边的乡亲有一个讲伊带纽约带我在一栋啊，嗯<哼>，吼、哦，啊，后来那么开港啊，大家用咱的母语那么开港啊，大家做亲戚，这个感觉吼、哦，比赛迄其次啊，嘿、嗯<哼>，<laughs> 大家湖边仔开港，我感觉是真真赞的一个体验啊，或者更加木感受讲啊，底下拍拼确实也无困难，簡單嗯。嗯 啊、呃，感情上大家的凝聚跟交流，是啦、啊，哦、是是是。呀，啊，你你去去开球感觉怎样？还是你问，我讲会紧张哦，这样讲未紧张。啊，球场落三几档中，当虽然是美国球丢，嗯、但是三几档中感觉去那边气氛就会觉得说啊，这足熟悉的。哎，啊。克里时阵都看一个投手就我给别人小瓜瞄一下啦，哎、我感觉。 小联盟做这人一辈子的努力，就是要踏上大大联盟。嗯，啊，然后我而且另外形式踏上，啊，同时托一些给们看一下。嗯，所以也还好啦。啊。因为总是咱咱是希望看到这个人，咱可以开球啊。背后其实做着大家的努力啦。哈，包括台湾同乡会等等。对，哎，台湾商会，哎，好，台湾商会，谢谢，好，好。 诶、欸，我们啊，今天邀请到的是啊，资深的球评曾文成啊、哦。那这其实文成啊，以啊下跪铃木一朗，嘿是，啊下跪谢长亨，下跪野茂英雄，但你来攻击的家。啊南野人了哈、啊，这里是大谷祥平，嗯嗯，是佐佐木朗希，<嘿>好不？好啊，欢迎继续。 收听波豆转世改，好，我是郑红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球评曾文成，哈，文成是他中文系的，哎<嘿>，东吴大学中文系。嚯<是>、哦，啊啊啦啊不不不不，怎么不搞对亚球啊？嘿嘿林啊林先生怎么爱讲的？所以我等于讲，哎、嗯呃，不要太早定义自己了啊。嗯 当然，我点了开玩笑说啊，中文系毕业证书跟他狗皮膏药，嗯、哪里痛贴哪里，嗯、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我的 <laughs> 我的中文系写做何用？嗯，但是有这个机会啦哈，吼嗯嗯嗯啊，只棒都要开始啊。大礼拜我都感觉生对时代啊，做对事情，但、嗯嗯、是弟弟弟弟这个要求就道啊，主要是兴趣啦。嗯。 呃，阮阮阮这个棒球领域<是>做这人做热血，哪敢话咧？啊嘞吼！哎啊，看这个你你按那看大股翔平吼，他这个双刀流有办法有这样的成就哈？哎、啊欸，我感觉就是第一個，我睇你这个这個、这個、人，今嘛美国人拢感觉这个现象不可思议。嗯，因为你看，你比汉超美国人比汉超、那个，啊、嗯、比条件爱人做侪做侪。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噶起码还是有人说他是外星人，无 <laughs> 可能嘛！如果要要看到好啊，我要用一世人的时间，靠我到上大联盟，咱他讲的话题、嗯、啊，要拍，嘛要用一世人的时间？你看，伊咱毋是甲家己人讲安怎？张艺、嗯、成要要去哩吼、哦，就感觉要固定先花了？做困难了？伊<對>不但每天先花，搁红木兰拍四十几支、嗯、啊人人就，肯人来定来讲哦。 一天一百迈啊，一百迈就一百六十公里，啊，以回报速度嘛是一百迈，嗯、<哼>所以就是这两样都具备的，应该是安内共的是共，理论上就是他为什么成功，他就是坚持，我有一天我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哼>我一定可以二刀流 c 啊 c 当啊怕 a 买当 p 啊，讲漫画嘞，嗯，所有的东西都是漫画上面才有，但是伊的做会搞，我感觉伊的是坚持，嗯，啊，另外的、就是有个关键点的、就是，火腿队当初国中比赛选伊都没去美国，啊，火腿队老公，你先日本火腿是在北海道，丢掉北海道，嗯、啊，老公啊，你你那个一三因素在监督的工，啊，你你,、那個、啊你,你先进来我这边，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二刀流、嗯啊，想办法。 让你如愿去大你盟，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经过火腿队那几年的试验，我感觉是证明说二刀流是存在的。嗯哼，啊，的施工，剩下就不用谈了。剩下那些，比如说他坚持他入啊，他几乎没有所有的你想得到的。 任何的一点点小八卦他都没有，他就是除了打球就是睡觉。哎，爱一谈。感情生活，无没领袖，无七朵，都无。这些外星人。无夜店。嘿，这这只推起外星人，然后赚了钱就是你妈妈。哎呀，伊也把你用钱所以哎，我感觉生来他跟你每一个一样。 就是有一个铃木一朗在那边，让他看到，嗯，他知道说，哦，我也为了棒球，我要付出多少，嗯，所以除了棒球之外，我干嘛也得去传教士啊？嗯、因为干嘛老为了传教士？对对对对啊！所以他就是一心一意为了棒球。我干嘛喜在喜？我们生在跟他同一个年代，很幸福了、啊。铃木一郎嘛，做自律嘛？哦，一些这些自律到我觉得不可思议啊！猛给 <Yeah. S 2> 他那么啃，然后。 什么东西要归位？嗯，然后传说中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吃咖喱饭，你弟哥受得了？那你煎啦，做生意啦。对啦，然后一路嫌弃一公哦，放假是最无聊的事情。哎呀，一路讲啊，放假不要都训练啦，我到比赛，所以从从一个球员的角度来讲，是无可挑剔。 但是我私底下觉得说，身为他的朋友，身尤其他家人是比较辛苦。不要不要不要，对，对，而且我喜欢那个。那啊，对铃木一朗大古祥平这种自律，那台湾的球员就是说没有这这么自律的人吗？有，我们绝对有。比如说以前呃，彭正明当然就是一个，对对对，然后那个陈金峰也是练的非常多哦，但是。 不是说啊，你你，这个就是很很很不公平的事，就是说，哦，红姨你，你你你走，你练了一百天，嗯、我也练一百天，不代表我们两个都会一模一样。运动运动，对对对，嗯啊、这就是运动是残酷的所在。嗯，好、哦，啊，你看亚运，亚运不管是咱打完还是迄个给他选去我当看电视讲，哇，天哪、啊，尤其体操。嗯 但是到底要练多久啊？兰、嗯<哼>啊，你只有成功的时候，运动就是这样。只有成功的时候，你跟人家讲多辛苦才有意义。阿、嗯啊、你就笑落来，你你讲哦，你可不辛苦，你就笑落来。那，你那有练过钱？哎，你那有练过辛苦？所以，呃，头来你讲了是讲，台湾绝对有存。 因为个即选手吼，即即自律，即认真啊，但是，表现不出来，无是讲成就没有到那边，嗯、所以就卡不凸显出来。嗯、<哼>但是我我我所接触的台湾，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甚至基层的，还是很多认真的人。嗯、因为我记得啊，以前呢、啊，他台湾有女生啊，到美国去打女子职业高尔夫。嗯<哼>那我不方便讲谁了。嗯、啊，爸爸妈妈有来找我，就是说啊，一女儿 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到另外一个境界啊，差不多、嗯、可能顶多最好达到前十名，嗯、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比方说拿下冠军，那么、嗯、冠军哦，恭喜就被出名。是是是。是是然后，一讲伊女儿一直想要恋爱了，嗯一直想要有男朋友或者一直想要结婚，嗯、可是你知道，在美国比赛其实是最残酷的，他<是>就一场在一场的征战。 然后一年就是几十场，嗯、等于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要一场，嗯、那一场球比赛就四天，然后你一定要前几天就要先去看球场，哦、对对对报名、嗯、住进饭店、嗯然哦，然后打完之后啊、呃，就是收拾，然后再做一下这个物理治疗，然后再。 往下一场啊，你只要台湾球员其实都冇钱，嗯、所以拢是老爸家己开车、嗯呵呵，家人自己开车。那你只要一周跟一周之间，其实很很远，嗯<哼>、哦，所以你讲安尼是闹闹时间，或者实实在在边方便了要回啦，嗯、哼哼哦。所以伊阿公，你只能够两个选一啦，嗯，一个就是说成为伟大球员，然后事业有成；，<是>另外一個啊，所以你要牺牲感情，嗯、哼哼要么你就。 全部就不要打了，好吗？你要去恋爱就去恋爱吧，嗯、这样子所以也心那些无安那些浮动，哈、哦，嗯、很难就完成完成这里、个、啊、呃、他的啊、呃、高尔夫球的事业。对，哎、嗯，那请今嘛黑的黑的大鼓奖品，你刚刚讲的就是他很可能也牺牲很大、啊。哦，非常非常大哈！哦嗯、你看以以甚至点点我黑的刚好认识的，不管是同样日本球员或者是。 在呃 WC B 认识的，嗯、要叫去食饭，讲哦我要睡觉，哦哎、因为拢困十几点钟了，所以、嗯、呃，对于来讲，确实也跟他当这个成就，确实也无间断了。嗯、啊，头你讲的例就是讲，那是高尔夫啦，其他运动最怕就碰到瓶颈，嗯嗯，你过不去。他不是说他他非要找男朋友不可，嗯嗯而是。 你过不去，你就会在原地打转。还是做些过情况，因为你看不到。比如，咱咱给咱咱人一点，我怎么脸几干？我下不下？下次我要按 n 一百之类的。你、嗯、有个目标，<對 S 2> 你觉得可以？可他永远就停在一段时间，停在<對>嘿嘿做干货。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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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对，对，对、這個，对、啊，对，对、哦，对，对、欸，对、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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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球技鬼魔鬼的装怕完了，<是>他后面有一点点受伤、嗯嗯、但是即便这样，他还是打了四十五之前的然后他的打击率有三成零四<是>、哦，他全队这次他拿到 MVP，、嗯、<哼>我哎，欸、打全力打到底是爱三米。哈？呃，第一档的六头里也有啦，吼，对、哦、对，六头也有，阿利亚面对。 接近的球，你得的你的条件，你的回棒速度，然后那个对球种的判断啊，你的经验，嗯、我感觉很多很多加总起来才有办法。我感觉他能够呃美美国联盟前力打领先是这么简单，过三针打击力。嗯、你不要忘了一个道理呢，六个够做好造诶，跟他二三十次对对对，一个做好造，所以你想要叫他做，他全部做的做得到。嗯 这是只打击部分，嗯啊，呃四五天他要投球一次，嗯，所以投球那一天他要打击对，嗯、哦，该我转播是第二场，然后他们那一天因为之前下雨延赛，賽打不回头，一刚还怕弄丢，还两场中间他还在练头我讲这人、嗯、那怎么会体力用不完呢、啊？嗯、<哼>所以。 东海经济两公，阿毋、啊、知安尼有无都冻归年，但是至少他在呃这几年，他能够有表现的时候，真的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嗯，有我过记得有一个旧店的头家啦，哈，嗯，伊就甲我讲，伊再背一个足有名的球员啦，吼，蛮高强。嗯、啊，这个著名嘅教员吼，伊今日都成成绩都退落来。嗯嗯，阿陆一直无得倒，像回到高峰。高峰哈。叫伊阿公，阿都无得倒啊！ 伊讲吼，就是有名了吼，干爹干妈就一堆好好好好，对，吼，大家拢要甲认啦，啊啊认，带出来出去结婚啊，暗时酒店嘛，嗯是是，好，所以哎，要能拒绝这个事情不容易啊。哦对对对，因为呃，美国一寡呃，可能中南美洲诶例子的是，看像影，都还袂成功哦，就可能伊个拄啊开始有一寡钱金啊，一寡迄落其实。 都来速度足劲的，嘿嘿，看起来你要你要想办法上去，上去之后要站在那个位置不下来，那是很很费一番功夫的。呀呀，呀，那根本今晚工委邀邀请的是曾文成，在谈的是大鼓祥品。大鼓祥品除了说他的打击非常好，道理非常好，事实上他的啊投球也非常好。是哦，他的头球这一次这起码几胜几败啊？ 诶，过十十成啊！要像贵成我无 follow 吼，嗯、但是他能够双位数，然后呃再打进去三成，我感觉诶、欸、一开始大量个拿来跟贝比鲁斯比，<對>已经基本成就造了超过贝比鲁斯，<過>对对对对，科学家这样不分担。你是右投左挡，对对,對右頭，右投左挡。好，恭喜你看看，和你今日去拍一边看卖啊嘞！ 好、哦，因为我们是用右撇子嘛，對,对对。那你左撇子在这乱乱中看。是是是，<laughs> 你看咱就台湾呢，啊、其实嘛，拢做在多秀的，<是>啊，其实是先，起码慢慢拢开始有一点呃，希望朝这个方面啦，因为一讲秋天多秀怕你一勒真的差那半步，<近>对对对对，有差。嗯、是是，你一木一两的扣啊那个。是是是。哦、那啊，伊、呃、这個、因为我看伊的这个球速最快有到一六五啊，嗯<哼>，一百六十五米啊。 诶，伊即马经数应该一百六十五公里啦。对对，伊即马应该都落在九十七迈左右。嗯。嘿，啊，因为即马牵气的话，很多迄个一个很多水平，迄个横向变化足大诶、嗯。嗯。所以即马倒不是说很实力的吹，伊拄啊打 B C，看最后只打架，我诶看，<对> 对对，没错，一队一队错，应该一次像上紧的球楚奥特了，楚奥特了，对对，楚奥特被他他他他的他的球球伴被他三阵嘛，对啊对啊，美国队员嘛，对啊对啊，啊，就是一球晓得，有需要的时阵，哎，啊，以填出来，对对对对，走，啊，因为球足劲的嘛，啊，以大家来讲，也要提早准备嘛，嗯，啊。 球走外口，你都袂付啊！对哦，嘿，球射太近嘞！啊啊，迄是迄是安怎安怎投出来？哦，伊是天滑球，较早滑球是安尼，可安尼造嘛？啊，伊这摆是横向的，所以也不会掉下来。对对，哎，横的移动啊，也手腕力应用的更好。啊，我闻同事跟我讲的哈，大谷本季打了二十三场，十胜五败，就是我给执行啊。是是，然后防御率是三点一四，好。 啊，一百六十七次三振，对了，就是你，嗯、你对于不管是头或打两边，他、嗯、都无可挑剔了。是是，嗯、你讲也过老李天使咧，应该是袂啦。<laughs> <laughs> 为什么？啊、第个，别再肯多会出更多的价钱嘛，吼、嗯。啊，上重要的是伊要去一当摕冠军的球队，嗯啊，天使是今年有小可一点点的机会，但是。 来年应该是竞争力较不好嘛，嗯、<哼>啊！你邓淘哥卖创的表现一年不如一年嘛，嗯、<哼>所以应该是也去有机会提冠军的球队。嗯，按、啊、你也看伊的薪水咧、嗯，薪水即马五人一库三千起跳合理啊，但是即马受伤就做歹讲了，看安怎签嘛吼但是你若讲如果有人丢平均一年四千万，我都觉得。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对对对，一年四千万美金，对对对，这笔业务，我他刚才也一点心得，而且可能不止前一年哦。是啊是啊，一定这给的一点是，应该是至少五年八年起跳。嗯嗯嗯嗯嗯。哎，之，先那个我看那个日本的罗德队啊，罗罗德海洋队，佐佐木朗希、伊马西。 啊，上近到一百六十五公里。哦，对，这个、这个、嗯、这个，囡仔确实也不简单吼，一开始拄多看到几件事做<对>、哦，啊，这个 WBC 做个美美国球探，就容易注意了吼、嗯哦，啊，早晚会去美国搞啦，但因为但是拄啊，较怕执棒不好吼，可能还一段时间。不过他只要不出意外，应该是早晚都会去。一百六十五公里，想他吹出来哈。 哎，你还猛耶！我嘛是，我家人是还是，对吧？我家人，咱咱平常是平常的嘞，一般素人。你讲哇，你看看电视，看七八十、七八十，人家大家拢看得出来。你看，你无没有训练过，你肯七八十哦，公你啊，肯没啦？时速七八十五都没办法。五十力里五的，你要用你的身体，你用用你的腰去带动。嗯，系啊系啊系啊。嗯，就像拎炮高夫，嘛马在。 一般人说那球放喺遐，奈我可能拍袂着，系啊，我一定拍会着。今日去又摔，你就可以哭。啊，未看你把球造成一样。对对对对对对我我我因为自己打高尔夫啊，我觉得哎，那个不是说我力气很粗壮，就很高大，球就可以打很好，或者说很灵活，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那是对一个运动的体会啊。是是，悟那个悟对啊。渣泥吼。 讲个趣味代志，早年八办过迄个 P G A 加诶葡萄牙球诶迄选手，啊拢广州广州，嗯嗯啊，葡萄牙球高尔夫，哦，啊咧球啊，球第一杆高诶，压球砰一下，P G A 大佬买将嘿，啊第二杆就死啊，广 对刚才就开始 O V O V 的字啊，做事业，我们边啊看,看啊，做感觉做好笑咧，做笑的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豆转世界》。好，我是郑红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郑文成啊、呃。文成他在八月二十七啊受邀到美国啊、呃、这个职棒的大都会队啊、呃、在纽约哈、呃、去开球，嗯、也要受邀是不容易的事呢。 哎，啊、对了，他结问啊，然后 <laughs> 应该是代表咱台湾救界去啊。哦，<嘿>因为那天是啊台湾日，是,是大都会队的这个台湾日哈。诶、哦，刚刚啊，这个讲到啊，佐佐木朗希一六五啊是球数哈，其实大谷翔平也是一六五。嗯。你美国的职棒大联盟上近是吹高多少？一百零一迈，这码应该有一百零三了。我我确确实。 确认一下，但是你对大家来讲哦，一百零三是米了对对对对，嗯、你对大家来讲，你一百六还是一百六十五，其实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已经快到极限了。对、嗯、对对对，哦、所以伊更这在听多就是咱视线上，能咱观看咱的消费者看到电视，哇、哦，这见再见，嗯嗯、那个会让你塞的那种看球的感覺，那就有兴奋。对对对对，嗯、但是比讲。 那种卧虎藏龙，因、那、为、個、打者你不可能每一球都是一直吹一直吹，嗯、因为他的他的动态势力是超乎人常人非常多，嗯、所以他很快就会适应，所以他们还是会配一些变化球。嗯，但是对了，他就是一直在挑战人类速度的极限。嗯，然后卡巴卡巴卡巴说：“啊，怎么可能投一六一六零？我这把破一六零一大堆、嗯、<嘿>啊！哎呀哎呀，哎呀尤其后援投手。” 我我刚啊，你林口球场在多的比赛，然后有一个南非，好像是南非吧，嗯啊，还是新巴威，嗯的白人，嗯，还有这个比赛有办了一个打极远的开球比赛，哦，好，你又开我这，猜不出来，他开三百九十五嘛，哦，三九五，一般职业球员大概现在大概都三百一三百，哎哦，啊，一开三九五，嗯，好，那。 啊、呃，一般像咱啊，这款的，那里<嘿>开个二啊、二啊、三不得了。结果是美国有办一个，就是啊、呃，男子高尔夫的开只是开球比赛而已，那奖、啊、金不低哦，嗯、冠军拿二十万美金。哦，啊，给我就讲网红哦。 四六五。四六五是要在球道里面你也喷出你的魔牙，好四百六十五。哎，听众朋友也是去查查看那个，他有人我们买错那个天使队大国枪。楚奥特，对对，一一网络上有个影片，你也是去 Google 看看，一定高尔夫球练习上开球，哎，飞出哦，但我不知道飞出的距离，所有人说啊，怎么可能哦？ 诶，细把应该有，教练的标准应该细把有。哦，哎，那头太恐怖。了我其实跟台湾的职业棒球员打过高球，他们是但是也真的，我会用运动细胞对球的那种掌握，是是，他始还没那么对对对对对。但是有力量，接着要技巧，可能就要要常练了。是。好，我同事啊，刚刚告诉我，就是说新兴那底红人队啊，Hunter Green 在二零二三年啊。 也投了一百零五米，啊，是一百六十八公里的时速。不过田一你一 A 二 A 啊，是三 A 其七有人球会八七的哦。哎、欸，八七是无，但是你也讲要破一百一大堆。你且八七八七的是用十公里啊。嘿，应该无。嘿嘿，但是要破一百是做者刘志龙。Ah、嘿,嘿，刘志龙因因球队都有人，嘿嘿所以比比皆是啊。嗯、<哼>啊現，这么。 现在这个现象就是讲，我想吹吹个好人看到。嗯，我的意思就是讲，也许你过去没什么知名度，嗯、但是你当天一百迈一百六十公里，大家注意到。嗯，啊，越来越多人感觉，can Q can Q 哈，哦嗯、你使用的力道，你越快，你可能受伤几率，所以开 TJ、那個那個那個呃、的系列的呃韧带手术的风险越来越高。嗯嗯嗯 但是他不在意啊，我想可能看掉，我想可能垮掉，对对对对对对，可能垮掉啊！有机会上大联盟再说啦。啊，但是即马大陆变较紧诶嘛哦，甚至日本加资源，我即马大陆做紧诶，咱即马高校嘛是大陆做紧诶，侬一百二个、百五高校、百五的有咧吼。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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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是诶，啊那台湾诶，即个职业队即马五队吼。诶，每年啦队，嘿，美女啦队嘛，或是啥物？台南啥物？高雄，高雄，台江，台江队嘛吼。 到底怎么？哎，你啥？个怕？呃，就是、说呃，经营一支职职业球队会赚钱没？哎、欸，目前的话别赚钱。嗯嘿嘿，所以比如说统一啦、维权这当然有伊个迄个广告效益嘛。嗯，哦、嗯因为都属于终端产品。<是>嘿嘿啊、对。哎哎，要对对个广告效益有帮助嘛？哈、哦，那另外乐天，所以伊家己有迄个交易迄、那个网络的平台，嗯、但是。 他们还是想办法，希望能够赚到钱，这个是一个目标了。哎，起码要花这一个球队。哎，空空荡荡，起码预算应该是抓两亿左右了。台台不不是两亿的预算。哦，哎，啊，料职业啊，应该是应该是估算的出来，所以在台湾经营之邦看起来不困难。连冠军球队都花掉钱吗？冠军球队少。 少赔一点啦，嗯、嘿嘿啊！但是你看中信富邦，因为嘛是剩有一点希望帮他们母企业打广告嘛。嗯、啊，但是对你来讲上调一样，上调啊，的就是讲当然长期希望能够至少打平啦。嗯、啊，短时间就少亏一点。那所谓少亏一点，当然起码就是第一个票房嘛，票房收入，嗯、啊，你打季后赛票房就会比较有帮助。 啊，另外就是周边产品，啊，电视转播这些哈不浪当加起来基本上台湾最辛苦的一块就是电视转播，前一年一直上不去，这个是它比,比较辛苦的地方、哦欸、因为基本上 cable 立马在嘛、嗯欸，对，所以呃不像早年 cable 是收视户比较多，嗯。欸 是，上届算台湾、啊、有线电视是超五百三十万户啦，是，起码可能剩超四百六七十万。对，而且比较明显的减线潮啊，各方面一直在往下，所以可能未来这六支球队还是要想办法创造其他的商业的收入，嗯，包括网络转播，因为美國 b i 大联盟是 MLB TV，就得足叹机、足叹机。你<對>当初，哎、欸，一对啊，外籍。 出七八万美金，啊，这嘛光这一块，诶诶，那個、收益哦，赚、嗯、的拢以亿起跳，嗯、美金，美金，對,对对，所以,這以，这得应该是那也在舒口。拜托，人因你头下讲大股祥平可能今年就四千万美金嘛，<laughs> 哦，四千万美金会当让咱六队拍偌久？哦，拍久。 安尼安尼讲拢，安尼讲拢做伤心诶，对不？你你老讲一支球队只两亿嘛，一年嘛。是。啊，咱咱总共六支嘛，咱十二个。对啊。啊，伊拄啊一年四千万，你就唔是拄啊十二个。是是是。伊诶薪水会当乎六支球队拍一年啊？对对。哦，对不？伊伊一张票都不用卖就可以 cover 你们所有费用。对啊。诶，其实美国诶啊，职棒大联盟啊，起码已经进入要进入季后赛了。对。哎。你有什麽款推荐无？ 诶、欸，今年应该勇士队是普遍较看好啦吼，嗯、因为以后投球、以后打架也可浪够凭最多队史最多纪录吼啊，我感觉诶国家联盟勇士啊，美国联盟我是蛮喜欢看光芒啦，嗯、但是咱抖音今年第一场就输啊，对、嗯，<以>很怕弯光芒。对对对对对对。嗯對對對 我对迄个小市场哦，能够经营起来，嗯、然后能够有好成绩，我拢充满了敬意跟好奇。因为可能啊，另外就是伊无开什么钱，但是也让球队作用诶，嗯、这点是也不简单，就是伊诶迄个大数据来分析啦，嗯、啊，球算球伊有独到之处啦。嗯嗯嗯，是啊、呃，勇士队，对啊，光芒队，光芒是我自己诶迄落啦，啊，<laughs> 太空人是。 真高怕季后赛，你头讲的阿杜贝对对对，伊是较高怕季后赛，就是季后赛的趣味就是安尼，比赛作短，哦啊变化作侪。是是是呀，这个啊日本的中央联盟最近啊阪神虎是好贴条关棍嘛，然后也不用特别出动了大量的警察，去维护，因为中间人拢被去盗盾决跳河，对对对那以前曾经有人跳河死掉了啦，哦。 也不能叫疯狂啊，主要是这个球队啦，这个球队阪神日本就是传统的强权，就是恃仇对抗的是巨人跟阪神嘛，啊，阪神足够不怕，呃，怕中央联盟冠军嘛，哎呀，作笑作笑，早期笑得早期甚物挺多，咱咱较早台湾也球作作笑的，啊，有我我到迄个迄个日本记者来。 啊！看伊兄弟迄边作笑，啊有人跳马梯，啊加油！啊，日本记者要过啊，咱一个教练陈教练就讲：诶、欸，你上好坐只看的话，伊讲是安怎？伊讲，遐个板身球迷 <coughs>，日本记者哦，我知我知，一直讲兄弟的球会跟板身球迷赶快作笑诶！哦，哦<好>，诶、欸，就是那个疯狂的程度啊！诶、啊欸，他们可能，<coughs> 我觉得啦，我去我去。嗯 大阪去看的时候，他们对这支球队的认同感，嗯，足管足管我我到东京时候比较没有感受到巨人队，但是我到大阪真的是会觉得说，哇、哦，你在那边最好不要随便说巨人巨 <laughs> 人队的好话，哎 <laughs>、欸，有生命危险。哦，自嘲了，嗯、对<吧>。哎呀，那就<好>那就红袜队，对对对对对，真的、啊，嗯、你去波士顿，你戴个洋镜帽可能。 两公里的挑衅、嗯，哎，蛮、欸、危险的嗯。嗯，嗯，嗯。那啊，为、呃、什么诶、欸、大阪对板这个板神户这么疯狂？哎、欸，我觉得是认同，對,对对认同。阿里亚有机会去广岛，你去看广岛，对对对因为搞笑，因为他们是說,说有两个东西在广岛不能灭亡：广岛地铁跟鲤鱼队，<laughs> 不能灭亡。對,对对，这是咱咱经营地方这个所谓。 呃，地方的球队，我们比较没有像他们这么成功。嗯，那已经深入到讲，啊，我我孙啊，我老爸啊，阿公，拢讲讲一堆的，嗯、啊，拢从细汉就带去迄、那个迄、那个文化是咱较无法度体会。嗯，嗯啊，咱闽南闽南。诶、欸，啊、我讲第一个就是，当然，即马已经做侪人讲，哦，纸棒圆圆，我讲爸爸、三伯三，有那个感觉。啊，另外就是。即马几几年？ 咱三十我，每人三十我单、啊，哎、嗯，对对对啊，哦、这都已经你也讲小学看，看起码中年人啦，嗯、还就讲哦，我教我老贝啊，那那那就是一代一代，然后多一点元素的，是供把呃焦点呐、啊，新的焦点放在小孩子身上，嗯嗯，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投资，对对,对我也记得我那阵啊，你、嗯《呃、中国时报》喜欢帮你选，我还蛮喜欢时报英啊、哦、是。 好，那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廖明雄？对对对，我认到。好，那<嘿>想不到现在时包也也没了。是是,是是是。那归边那保叫着斗啊。对对对，所以咱的中这个断层是很大的因素。嗯、所以咱定义能够重新起来，如果不是中间那个断层，我相信咱一开始咱节目讲的，咱跟韩国的薪水实力差距其实未未讲有一段距离。嗯，对对对。即马平均一场有偌侪人去看？ 应该是俩四千左右啦，嗯、嘿，俩四千左右，啊、我感觉还可以再进步了。嗯，啊，上届台湾啊，直、呃、棒全盛时期也算是不是哦，七八千已经是七条，起跳嘛，对对,對，對哦、七八千是应该是基本的基本盘。起。我记着郭晋兴那阵，哦、嘿嘿，郭晋兴啊，哎、黄平阳，伊遐你看的顺、嗯、哦，伊那人台北市棒球场，整个设备不是很好啦啊，大家就是感觉哦，气阿是。 做起来做做厉害代志去看野球、啊，对,對,對，真刺激啊！对你你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啊！是是是，哎呀，但是为球迷跑掉了就回不来了吼、哦。对，那是一个失望嘛，伊伊讲我感觉也当理解哦啊！很多人说啊，我们要向前看，你毋捌要去用凶鬼，你你 <laughs> 你没有那个资格说你我们要向前看，因为被背叛嘛。我、嗯、我小个妹，我我当面看野球啊，结果。 我我来看的是你给，你容忍的。对对,對，你包丢掉，所以要重新。这么新的少年是开辛苦了、啊，你要承担学长犯的错误。嗯，好，大家认同，重新开始。阿李公，李公叫下理亏来，就是尽量了。哦，阿郎不会邓来，我也可以理解啊。你你伤人家太重了、啊，对不对？干嘛？ 迄 <noise> 不是讲我给有男朋友、女朋友便宜呢？诶，时候我,我所有精神都投在那里啊，结果你你把球叫，诶，那个那个痛是很难，我们其他人很难理解，即便我在里面，我的工作人员，我不是一个很投入的球迷，所以作者人讲就会讲啊，要往前看。我讲啊，你们不是球迷，你们没有被伤过，嗯、嘿嘿是是是要，诶，该、欸、一上给大概价一个嗯，什么合作？ 四缝线诉球，哎，咱球有两条线嘛，哈，啊，这这压了，其实按你看到看深卡球，啊，你你跨跨过去的是缝线，嗯，这这有两条线，对对啊，而且投投直球才会，对对啊，二缝线嘛是直球，啊，二缝线，迄当说，咱咱台湾人，咱台湾人拢爱用台语来讲压球，啊，我是日本的啦。 啊，咱讲，咱讲讲即个，即、這个叫叫铁骑咯铁骑咯，哦哦哦，哎哎哎，咱<嘿>、嗯、台湾其实，即讲过会使，讲作久诶啦，哈，时间有关系，咱台湾受日本的影响，其实足侪足深诶。嗯，那未来，咱咱即马是较朝美国，但是日本即地其实足足深诶。嗯，好啊，老一辈。 老一辈你甲讲华语听无啥物，啊拢拢阮拢甲台语哩讲。对，啊每年预计啦吼，目前哩计划应该有一个，阮哩努力啦吼，嗯、<哼>应该有一个球队用全台语哩奉上。哦，对对对，转播会声吗？对对对,對、欸、用台语来奉上啊！我感觉即个是不但会当迄个老诶咱迄个咱迄个时代啦，搁转来。嗯 嗯、啊，一个笑脸，哈你诶，出版社是有做野球人的，是是是是。为为什么你无叫棒球人？诶、欸，我感觉你也当讲棒球嘛，当讲野球。等下<唉>我感觉野球咯，更贴近咱早年迄个，就是在户外拍棒球诶味道。哎哎，欸、唉唉这个细节，对对对对，野球。啊啊啊！哦，你讲二缝线。 那条、個、那两、個、那两、個、条红线就是,是,是都对对对对啊，所以咱啊到直球的瞬间，讲说这条是梯级路嘛？哎，欸、不是，咱的一等之话应该就是讲，呃，足球,球就是指的那个球路啊，嗯、哦，而、啊、那是只是一个形容，讲、欸、哎，咱咱咱,咱握这个球，刚刚填梯级对对对好，我们啊、呃、今天访问的是曾文成，好、哦。 那谢谢文成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也望大家追吼，啊，我也，谢谢，<laughs> 谢谢。OK，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